苗栗玩透透旅游专刊发行至今已经17年了，今年最新出版，特别邀请戏剧女神陈婷妮担任代言人，和猫里喵一同带路走访山海美景。11月25号起，民众前往台铁竹南以及苗栗站，或是苗栗高铁站旅服中心，追踪粉丝页按赞就能够免费索取。苗栗玩透透旅游专刊代言人陈婷妮和县长徐耀昌一同打开书籍，邀请民众走访苗栗。里面有相片啊，还有一些的说明。那您拿着这一本啊，就可以苗栗县18乡镇走透透，想要去哪里玩到哪里。应该这中间也有一些的民宿啦、旅宿的介绍啊。在神行车站要停驶的那一年，我还跟家人一起去玩嘞。Hello， 好久不见，超可爱。然后，那时候去的时候还没有发展那个单车，就是对，没办法。铁道之旅，对对对，那时候还可以稍微用走的进去，然后那已经是真的十几年前，然后但现在已经发展出一个完全全新的样貌，然后是结合现在当地比如说旅游啊，有很多景点啊，或者是有一些好吃好玩的一个小聚落。代言人陈婷妮和观光大使猫里喵前往三义圣心车站，搭乘铁道自行车拍摄宣传影片。这一本专刊还包含县长带路畅游海线、铁道怀旧之旅，陈婷妮带路走访山城，介绍职人精神、讲生活、网美景点、特色美食等，内容精彩丰富，提供免费索取。我们预计在11月25号礼拜五呢，开始开放在3个实体店呢，然后让民众来索取。那包含了台铁的竹南旅服中心、台铁的苗栗旅服中心跟高铁的苗栗旅服中心，我们总共有3个旅服中心。那民众朋友呢，只要来加入苗栗玩透透粉丝页按赞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免费索取一本苗栗玩透透的专刊，图文并茂，也有电子档供民众下载，游客可以跟着介绍玩透苗栗。